恭维啊！哟！我们现在在彰化的龙洲门市，就在西滨附近而已。为什么在西滨附近呢？我已经几百年没有骑西滨了。好热，这不是很冷吗？我们今天要远征300公里，只为了一家很不起眼的路边摊，一间很小的店。为什么要为了他骑300公里呢？因为他很厉害。我昨天跟苗栗人说我要去他们的国家，不是他们的地方，然后吃一间很厉害的传奇小吃店。然后他说哪里，然后我就跟他说哪里这样。他说在我家附近，我居然不知道这个地方，连在地人都不知道。但是吃过的人都说好吃，包括我们的摄影师，还有各路好朋友们，他们一天到晚跟我说他要去吃香肠啊，不然破梗，到底是有多好吃啊？我不相信这种简单的东西是能有多好吃，不过就是香肠嘛。我把这答案的而入。好久没有骑西滨，听说现在有区间测速，好可怕！我等一下一定要把我的神盾开好开满。今天风好像很大哦，我觉得有点可怕，我最害怕很大的侧风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赶快出发，然后到那边吃小吃店当午餐。鹅的立领外套开始预购啦！这次用高弹性的运动机能棉布制作的薄外套，让大家在春秋天这种微凉的天气穿着去骑车，既能御寒又不失帅气。高弹性棉质的材料一样亲肤舒服，而且延展性高，能对应的身材也更弹性哦。这款立领外套选择较合身的尺寸，更能展现帅气度。想一起帅一波的朋友，赶快去鹅虾皮卖场预购啦！出发啦！我已经开始饿了哎、欸！哦，好热！哦，这个风，等一下上西滨一定很恐怖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上西滨啦！白露丝哎、欸！白露丝都快要飞不动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路上飞。本来其实目的地应该是苗栗啦，可是因为它真的已经进入到竹南，还是接近竹南，我也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它快到竹南，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基本上几乎是要到新竹，就是在苗栗的很头的地方，然后耶，上西滨。哦，真的是几百年没有上西滨了呢，不知道今天的风，刚刚骑溜那个风，我觉得今天应该会很可怕。太久没有骑长途，然后是走西滨了，每次骑长途都是走内陆，就是台山啊、台一啊那样走，那就比较好玩，有山路啊，有平面又可以休息一下这样。走西滨就是很无聊、哦、但是快嘛。那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小吃店，它就是靠近海边，所以如果我们跑台山的话会比较不方便。那我们刚刚是从南投市出发，然后走139，然后下来接76，再走平面接76，然后就是绕过八卦山隧道。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过一段区间测速了？我刚刚瞥了一眼我手机的神盾，它上面好像写一个区哎、欸。那、啊、我刚刚骑100哎、欸，应该没有超速吧？那其实那段还蛮短的。好啦，我觉得刚刚那段790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这里的风真的是太大，我连讲话我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我觉得我必须要发车。我们又迎来了我们的区间测速，哎，这未免也太频繁了吧？虽然好处是，哎，现在骑这个速度呢，讲话应该是录得到啦，可是真的很频繁哎，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必要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的天气呢，刚刚南投是大太阳，现在在无锡这边，有点阴。我的脖子好痛。
刹车，脖子快断了。死我了！刚刚地上又有一块疑似站板的东西，它其实是纸板的、啊。哎，有车友哎、欸，我们快到了，等一下我们应该就会转接停电。已经快要到了，剩导航上面剩差不多十一分钟，然后我现在脖子已经快要断了，然后我的声音呢也开始沙哑，我的身体就是。太累或是精神太紧绷的时候，然后就是会做一些奇怪的反应，比如说声音会沙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太冷了，刚刚真的太冷，然后风很大，然后其实我爬车的话可以躲在阿鲁的房间里面，我觉得还好，就是不会那么冷，也不会正面迎风，然后吹得我整个身体都要用力这样，可是就有时候会起来，我要起来，哦天哪，脖子超冷的。你太慢打了啦，到了，哎呀，好冷啊！啊，你弟弟哦，阿鲁都不热了，成都七十几度，完全没有温度。终于到了哦！我跟你讲，骑完西滨的头发就是会变这样，太冷了，我的身体已经开启保育机制，保护机制。那我们快点去吃吧。好，我们到了那个超厉害的吉布德香肠摊，对，就是香肠摊。到底香肠摊可以多好吃，我真是想不通，就是一个香肠而已。听说他每天都会卖超多香肠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。哎，那个 logo 都非常的简单。我三年没有来吃，好怀念。这个外面不是米肠就对了，脆皮好吃还是蒜苗好吃？我没有吃过脆皮，我不知道，我都是吃蒜苗。那不然我点一个脆皮好了。哦，真的是够冷的，我今天的新兵从台中一路降温到苗栗，现在几度？我看看。苗栗比较冷。哎、欸，不是说十二点要二十度吗？现在只有十八度。我以为是二十度，所以我穿的是二十度的装备。我今天穿的是十五度的装备。来，我们来体验一下到底他们朝思暮想、念念不忘。他们在那边吹说什么业务啊，然后司机啊，都会特地来这里拿好几大包走这样。现在来了，快哦！谢谢。蒜头自己剥。对啊。蒜头自己剥。蒜头自己剥。哎，它是脆皮的。好脆哦。哦。外皮酥脆。然后它的咸度，这边咸度是可以直接吃的。对，因为我不喜欢直接吃咸猪肉，就是因为它一定要配饭，不然就会太咸。它的外皮很酥，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外皮酥脆的，所以我很喜欢吃它叫什么脆皮烧肉。那这个好吃哎，然后我没有吃过咸猪肉沾那个酸黄瓜酱沾它，也不错啊，也不错，它会综合那个咸度。我觉得加酸黄瓜酱比较清晰，因为它里面是有一大层的肥油嘛，闻起来是普通的香肠，明明就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看起来没有不一样啊。它会不会像是撒尿牛丸那样？哦，撒，但它没有喷出来。比较少见的吧，对。它肉质不错，很 juicy， 可是我觉得它的口感偏甜。我比较不喜欢吃甜，我觉得它的咸猪肉比香肠好吃。我要吃我的那个，这叫什么脆皮？它外面不是包米肠，是包饼皮。我没有吃过包饼皮，包饼皮还不错。就我觉得大肠包小肠，包米肠的话，米肠会有点强调香肠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米肠。所以你觉得这三个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咸猪肉，咸猪肉。他直接了当，直接跟你说，我吃香肠。就是香肠，就是口味偏甜，我比较不喜欢口味偏甜。这个比较好吃，我觉得这个。哦，他没吃完了耶。是蛮特别的，但不太符合我的口味。它很甜，然后很 juicy，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喜欢吃，因为像我们的小伙伴就很喜欢吃，然后我们摄影师也很喜欢吃。对。但我还好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千里迢迢的跑了将近300公里？我跟你讲为什么。长征。你
约三年没吃的，很想念。就要讲到我们的业配时间，就是我们上次不是开箱我们2022年的第一、第二项改装，然后第二项改装就是我们的 Pixel 6，超开心的。那通常我们买新手机呢，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要贴玻璃保护贴嘛，然后还有它的保护壳嘛，手机壳嘛，一定要的。这手机现在这么贵，所以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HODA AR 抗反射玻璃贴，它是玻璃，它有三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，AR 抗反射，就是抗反射这件事，因为有一些玻璃贴它贴上去之后，那个反射程度会增加。就是让那个反射不要那么的严重，然后它又增加它的透光性，就是它的反射会更柔和，然后不会就是那种很刺眼的感觉。第二个就是它的 9H 硬度嘛，因为虽然它是有厚度的，可是它贴上去之后不会影响你的触控还有指纹锁的部分，而且它是 2.5D 的倒角，因为有些玻璃贴它的倒角没有那么就是处理的没那么好，可能会有点刮手这样。它的玻璃贴呢也是抗油抗污的，最重要的是抗指纹。手机屏幕都很光滑嘛，然后你就像感觉很开心，可是你不小心摸到啊，就有指纹，很讨厌啊，又在那边擦。讲到这个，就想要顺便提醒你们，消毒你千万不要喷这一面。我不知道别家有没有那个镀膜涂层，但是我们的 AR 抗反射玻璃贴呢，它是有镀膜层的，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就是你的镀膜层一下就被消磨光的话，最好不要用酒精直接去喷它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玻璃贴呢，很适合常跑户外的工作者，比如说外送者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抗反射啊，你一天到晚在外面跑来跑去，你就一定会对那个太阳光非常敏感，所以我觉得抗反射这件事情很适合他们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玻璃贴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手机壳，手机壳它是软的，我喜欢软的手机壳。它侧边是软，中间是玻璃背盖。对，所以它不是这样子是完全软的，这个真的很不符合手机，很容易用一用就被剥开这样。而且它的材质是 TPU， 抗氧化，不会让你的手机很容易黄掉。所以这个透明的就跟我们的油箱贴一样，黄掉呢非常的丑。他们家的壳呢，也一样是做，就是前面是有隆起来，就是有高度的，所以你这样子爬下去都没关系，因为它是有高度，它前面是有高度，然后后面呢四个角也是有加高的，所以后面这样啪也没关系，因为它是站起来的嘛。通常现在手机壳都会做这个样子，然后会有四角缓冲这样。目前的手机壳大概就是这样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 HODA 帝君家的产品，它的玻璃保护贴我真的非常推。那保护壳的话还是看见仁见智啊。那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种透明壳，那他们家还有其他手机的保护壳也可以去看看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吃香肠顺便推荐给大家的东西，虽然好像有点是为了免费吃香肠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香肠很油，对不对？你们吃这种很油的东西呢，再去滑手机呢，它上面就会有一层油，所以抗油污是很重要的哦。那我们香肠呢，还是免费的，那是我们自己花钱的、啊，没有、啊、对，可是因为有业费，所以等于是免费的。所以大家看完呢，这样才会有免费的腌猪肉可以吃。我要再去点一盘了，可以吗？他们有糖棒啊，好吃的香肠，好吃的香肠，好冷的香肠，啊，好冷啊，好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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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，好冷，转去哪里？转去哪里？差点就转到车道，啊，要我们。我们的油箱有色差，油箱罩已经装上去了，我们的香肠有色差。还不错吧，很 match 啊，我觉得很 match。再刷一下，感觉可以，有点刺哦。很刺吧？先吃那个好了。快点发小，快点发小发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